大家好，我是温老师。有太多朋友私信叫我分享小炒肉的做法了，今天就热气腾腾的来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首先准备一块洗净的五花肉，把皮先切掉，因为我感觉皮的口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比较喜欢把它去掉。接着再把五花肉切薄片，尽量切薄一点，口感会比较好，如果切太厚的话吃起来会比较油腻。准备三个螺丝椒，斜刀切断，两颗大蒜切片，一小块生姜切片，一小节大葱斜刀切断，锅中倒一点点食用油，然后下五花肉煸炒，把那个油部分油脂给它炒出来，等下吃起来不会很腻。像这样把五花肉炒出微卷，炒出这么多油了，倒一些钱，等一下可以炒菜用。接着加入一勺豆瓣酱，这个我在超市随便买的提鲜豆瓣酱，然后给它炒出红油，全部炒香过后加入青椒，然后炒至断青，然后转小火调味，加入一小勺白糖，一点点酱油，大火翻炒一分钟。朋友们，这道菜因为豆瓣酱有咸味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加盐，一定要设猛火炒。一道可以连吃三碗米饭的小炒肉就做好了。今天做了小孩子爱吃的蒸蛋、洋葱烧牛肉粒、小炒肉、海带汤、鸡蛋。哎，这个不能拿，这是妈妈哎。哦，妈妈哎。哦，弟弟我啊，弟弟我，妈妈我，妈妈我，洋葱，妈妈是花花，妈妈是女生嘛，对不对？我问他，啊，我姐，姐，姐啦啦，嗯，那个是去吃饭的啊，妈妈的，嗯，妈妈去吃饭哦，好的。你把姐姐的项链给戴起来了，姐姐的宝贝，这是她唯一这么大，真的第一次自己去穿的项链，用珠子自己穿的，搭配的还挺好看哦。哎，对，宝贝的不得了，不要给姐姐弄坏哦。嗯，姐不想看，从抽屉里拿出来。弟弟。不讲老公，梦梦梦，妹妹，你们要太搞笑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学谁的？学熊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半个月没有电视看，习不习惯？不习惯。习惯了。问你，每次问你。哦，不能问，啊，等下肚子会痛。嗯。鸡蛋呢？鸡蛋呢？鸡蛋呢？鸡蛋蛋呢？蛋呢啊？香菇。你可以跟姐姐说。嗯。弟弟啊，弟弟啊！哎呀，哥哥的鸡蛋吃完了，要吃弟弟的。嗯，弟弟真棒，会分享哎哈。嗯。每次我老公都要必点这个猪脑花。以形补形。以形补形。这个魔法包放在吗？放在哪一种的？放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粉色的行李箱，可以啊。有什么行李箱？谢谢。
你不喜欢那个魔法棒吗？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了。哦，家里有好几个。他想要那个公主包包。哦，可能是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妈妈，爸爸带你来吃海底捞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！你老公对你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开心了，想的是我老公哎。是啊。今天就撒个娇，他就带我来了。是。也谢谢你哦，你也帮我撒了娇。好，撒了什么娇？你不是说他是最帅气的爸爸吗？是。你也要去尿尿？我去。娘啊，你知道刚才妹妹说什么吗？妹妹说，爸爸，不要说，这是我的秘密。这是我们的秘密啊！说什么？妈妈在呀。好，这个先放着啊，我们吃饱了才能打开哈，这玩具吃饱了才能打开。好，不能打开哦，吃饱了才能打开。这是我的秘密哦。嗯。那我不说了啊。哈，爸爸不知道就很好了，是不是爸爸？你拍一下你爸爸，帅不帅气？帅气，帅气的爸。爸爸，爸爸对妈妈可真好。不然对谁好？那你不是把我的秘密说出来了吗，妹妹？没关系呀、啊，我就是现在要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。这样子。